好，大家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这个真苹果手机，这是12 Pro Max 真机加工镜头的使用效果啊。这个加工完的话呢，是手机可以带套用，还可以不带套啊。这个按键没有动啊，底部也没有动，做的是横边的。最远的距离的话呢，可以做到40到60啊，不管拿手里还是放桌面都可以用，合手用跟放桌面用都一样。为了演示一下效果，好，这是牌，我们打开镜头，镜头的开关打开的话呢是静音键这样打开，非常的方便啊，非常的方便啊，反应的速度的话呢是非常快的啊。非常快的，拿手里也是可以的啊，看一下啊，左手拿手里，镜头在这里，主机可以放口袋就行了啊。放桌面也是可以的，放桌面也是可以的，这条边都可以，不管哪一边啊。现在机子报的是41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。现在以四个人为例啊，人数多少都不影响，多少都行啊，你自己设置就行了。41，第四家最大啊，第一家、第二大啊。看一下第四家是什么牌啊？第四家对勾，第一家 K 大，第一家是对九，第二家圈大，第三家，就这样子。准确的话呢是100%的，有需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。可以联系我啊，反正这个手机是不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的，这个是自己的手机，来改装镜头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拿上放在台面上，别人也不会怀疑什么，就不用把这些山寨机放在桌面啊，这些山寨机放桌面，这个就放口袋就可以了啊，谢谢大家。